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么我今天呢，想跟各位探讨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妹她很常在这个抖音上面发一些很尴尬、很智障、很无脑、很干的影片，就是什么什么，她到底哪里来的羞耻心，可以拍出这样子尴尬的影片？三不五时就看到刷刷刷刷抖音，靠杯怎么我没有发片？还有一点啊，就是那个评论区打开，底下全部都在吹捧是怎么样？哇，好美哦！哇，好正哦！哇，好羡慕卢哥有这样的妹妹哦！我明白在底下留言的各位，你们存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？很明显就是给他勇气，给他一点鼓励，让他有这个动力继续拍这种干片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各位啊，在底下这样子赞美他，算是在残害他，因为很尴尬。那你们又这样子欺骗他的感情，他就一直觉得哇，我好美，哇，我好正，哇，我好漂亮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实际的去问我妹，这种干片到底该怎么拍，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呢，直接去突袭我妹房间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直接现场要她教学，该如何拍出抖音的一部干片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好了，现在呢已经到我妹房间了。菜鸡，你哪位啊？你可以教我一个事情吗？你可以教我如何拍出抖音的影片吗？我很想学，你看我的抖音都是游戏的影片，我也想拍出像你拍的那么尴尬的影片。你可以现场教我一下吗？为什么你要突然想要拍这个？我也想要尴尬一天看看。对，你教我，我请你吃大便。好了，教我了，好不好？那你想要拍哪一种？你最尴尬的那一种？什么叫我最尴尬的那一种？那种是哪一种？就突然之间技术流或变装的那一种，很厉害啊，看起来像很厉害那种，很像 magic 魔术表演那种。好，你要教我，好，来，现在，所以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怎么样？这是很智障，你要做你那边不会啊拍的了，你要教大家，对不对？快点，那垃圾桶要移开啊，拜师学艺。这么专业是不是？啊，你不是有那个补光灯，现在改用这个台灯哦。这个比较亮啊。哦，好啊。那个补光灯那么小。好，然后呢？接下来，这个书要干嘛？手机才不会掉啊，顺便压着。你们看似完美的一部抖音，其实在拍的时候是有多智障的。我们今天就在现场教学啊。好，现在萤幕已经有了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？拿出你最专业的哦。等一下，先想要哪一首歌？音乐挑好了，然后呢？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？然后。要把灯关起来。灯要关是不是？啊，灯关起来。等我一下，我拿我眼镜。啊，还要 set 还要拿道具就对了。因为你刚开始，你要先戴眼镜。好，不要废话。你要拍出一个，我靠，他妈的，我怎么进来？我的脸变这样子啊？实际上照过来是这样子啊。我现在这样够丑了吗？你一直都很丑啊，还需要解释吗？然后第一个挑音乐嘛，第二个挑特效嘛，对啊，第三个咧耍白痴，就是开始耍白痴，开始装逼，对。好啊，来啊，拍啊。好智障哦，天啊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我想到了。好，我们这样，他的歌是棒棒棒棒棒。好，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，我听不懂。你就装你的逼就好，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不是啊，你从画面里面看，很像是走进来，结果你是在地板上爬的。妈的，三小。好，然后嘞，接下来要接换衣服的，是吗？对。干也太装逼了吧，干什么智障一样哎！为了拍一个短片，要换衣服换来换去的。所以你刚刚那个画面，你要衔接是不是？对。你要让他你的拳头接得上是不是？我要先停，好，这样这边吧，应该是这边吧。好智障哦，真是！你也知道很智障，然后嘞，看这北极，你让我笑场了啦！你看，各位可以看到哦，妈的抖音就是这么尴尬，这么智障啊！哎呦，我真的是。所以嘞，刚刚那个不行哦。不行。
我觉得可以啊，够脑残啊，还自以为自己是仙女是不是啊？快点啊！你还要教我呢，你是我老师呢。你让我没办法。你看我从 GoPro 拍，直接现出原形。什么？啊，我会了，反正我会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换我了没啊？还没啊，后面还有。后面还有，这么麻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现在就为各位演示一下怎么从新手直接到一个抖音尴尬仔，好不好？我先研究一下，第一趴是先学狗爬进来，爬进来，对，爬进来哦，这样子，我瞬间，你这样走进来，看起来就像是走路。当当当当当当。有吗？这有到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有到吗？我根本听不到声音，到底在干嘛？对对，有有有，可以可以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脸是歪的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样可以可以可以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干嘛？我换衣服，然后换衣服之后再动。啊，可是我脸是歪的，不一样啊。我现在一样在接那个脸呢、啊。嗯，好，所以你要这样可以的、啊，我想我专业的。好丑、哦！好，各位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。那、啊、下一趴是做什么动作？所以你等一下不是这样子，你是要这样，这样玩过来吗？那可以吗？那还没结束你嘞！你是北七啊、哦？那有吗？在干嘛？我真的看不懂哎、欸。那接下来下一趴是什么？往前。往前。对。好，就这样往前就好。对。好。可不可以啦？然后嘞，下一个画面。下一个就是噔噔噔。然后笑。嗯。好。噔噔噔。好。啊。都跟我比的完全不一样。行不行啊？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吧？这叫可以吗？依你的水准，应该是可以。可以可以啊！所以这样子就是制作出一部抖音的一面，就对了。对，各位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抖音这种东西哦，太简单了，真的。你看我这个死宅炮，我花个3分钟，瞬间变男神啊！抖音太轻松了，真的。而且这在拍的过程，你会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。棒棒棒棒棒棒Jack it up.